水的流向，迈克尔·卡明斯。此幅画中是神蛇蛙脊的足迹。土著人相信蛙脊是一种穿梭在水洞之间的巨大神蛇。蛙脊神蛇在水洞下穿行，并且不时将头伸出水面来确认前进方向。如果蛙脊神蛇改变方向，水道也会随之变化。这幅画中，蛙脊神蛇在水洞间穿梭，从而创造新的水道。